来办那个一周的卡，然后他们只收信用卡哦。Okay, write your name and surname. Okay.贵妇的感觉没有那么甜腻，很棒。我点的是香草口味的。Oh my god！ 今来到法国的美食街，就像 IKEA 的餐厅一样，就是拿了之后，然后上面有标价，然后再去后面那边结账。春天百货，然后这边是据说就要买一些什么 Chanel 啊、Prada、Burberry， 平常你买不下去的一些东西，就是可以在这边买，但我还是买不下去。喜欢买的，你要买给我吗？对，我妈疯了。这上面有打折的那个标价，然后就会看到上面很多这种牌子，但它只是一个牌子，要标注用的。那你们说，就是法国也有日出茶太，日出茶太真的很狂哎，全世界都有。我们上次去长滩岛竟然也有，真的是一劫。我突然很想要喝珍珠奶茶的那个心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去法拉利，不是法拉利节，不是拉法宴啦，什么法拉利？然后跟你们讲，就是这里的百货公司就一整栋哦，是有两层楼有厕所，所以大家尽量就是上好厕所再来，或是不要喝太多水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他们的超市买一点食物。今天外面天气比较暖和一点，有出太阳，比较不会像昨天那么冻。然后公司这一区的人类才比较不会出现扒手。昨天去那个二手市集，感觉有很多很可怕的人类。对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很开心的，已经办了那个一周卡，所以就接下来几天我们就可以想去哪就去哪，耶！推车的妈妈。